你们看我发现了啥？马肉刺身贩卖机，我应该没猜错吧？马刺就是马肉刺身呗，旁边还有个卖牛肉的，但是咱肯定挑没吃过的整啊。而且你们看，这是不是一次消费可以吃到四种部位的意思？按照图片的诱人程度，我选了一和三，投币之后肉就从这儿掉下来了。你别说，这盒子看着还挺大，但是打开之后，说好的四种部位呢？一盒里面就两包肉，而且你们看这纹路也没啥区别啊。不过这帮人为了让你吃马肉，倒真是煞费苦心了。看这介绍，从如何化冻再到如何食用都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背面还有张空白的表格，不会是用来记录餐后反应的吧？按照他的方法，肉已经完全化冻了。你们也没想到吧，这还是一批雪花吗？现在浇上灵魂料汁，进冰箱冷藏腌制一会儿，时间差不多了。不瞒你们说，这马肉还没进嘴，我内心就已经万马奔腾了。我先来一口。我苏高一啊，朋友们，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本来我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吃的，结果一点怪味都没有，油脂特别丰富，咀嚼之后还有强烈的回甘，吃着还挺上头。就是不知道那张表格我用得上不。